是啊，为了能跟你见面，就算只是最后一分钟，看到你也很满意。平安，对不起，我承受不了失去你的悲伤，至少现在我们终于能够见面了。再不赶快过去吃的话，饭都被抢光哎、欸！好，我们等你过去。话说，秋子涵，你怎么又在看那本相簿啊？上次也看到你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哎、欸，我只关心你哎、欸，口气干嘛那么差啊？不是你关心。不是啊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只想要这些又算什么？你懂什么？也已经够难过了，又不是我们。哇。如果只是这样一直沉溺于过去，永远走不出来，秋子涵，你直接把你未来一起陪进去了。说什么啊你？我人生不需要你来操心。哼，我真不懂为什么你要这么固执。如果你爸还在的话，你觉得他会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吗？你挑那人干嘛？那个人整天喝酒赌博，不顾家庭，我才不希望有个不负责的爸。对，我就是不懂。我不懂为什么你可以说出这么狠心的话。你有想过我们这些从小都没父母的人吗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没有那种爸爸。博瑞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没有啦，老师。怎么啦？感觉你的心情不太好啊。就刚才跟秋子涵他们吵架了。吵架？为什么跟他们吵架？哦，就秋子涵他整天翻他那本相簿，一直想着过去的事。我只是希望他能放下一切向前看，不过他好像不太情愿呢。嗯，会不会是你的说话方式不太对啊？就是说你所说的话没有让子涵感受到你是出于好意在关心他，甚至还有可能让他误解你的意思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老师觉得你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试试看啊。老师还有什么方法、啊？或许你可以先对子涵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啊，好让他了解你这个人。等到他更了解你之后，也许他就会渐渐对你敞开心房了。我再想想看好了，谢老师。好，那老师就先去忙喽。好，老师拜拜。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跟他道歉才对啊？去找他好了。哎，秋子涵，秋子涵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想跟你谈一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哦，不管啦，过来呀。干嘛啦？我。从有记忆来，一直是在这间孤儿院里生活的。院长曾经告诉我，我是弃婴，在某一天的夜晚被放在孤儿院门口旁。是院长他发现我后，带我来到这里。为什么要我说的是？我想说的是，我没有父母，
我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的感觉。其实我很羡慕你，秀子涵，至少你曾经还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啊。但现在还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玩的那些泡泡啊，那些泡泡虽然很美丽，不过也消失得很快，就像你的美好回忆，快乐但短暂。不过过去了就过去啦。在你失去那份美好时，你更应该淡忘一切，也是时候该放下了。也许真的是准备什么吗？在跟他们